如果大家认同商场如战场的话，以上的说话就非常值得我们作为借鉴。大昌行是一间实力非常雄厚的企业，它有很悠久的历史，传承着很多优良的传统，有很多令我们引以为傲的优质资产，还有中信集团做我们强大的后盾。但是如果我们太在意去拥抱过去和现在， We're certain to miss the future。 而事实上大家都知道我们身处的世界根本从来没有一秒停止过改变，所以我们不应该惧怕改变，还要在改变中学习，在改变中茁壮成长，从改变中去练成驾驭改变的能力。没错，改变是会带来很多新挑战，所以我们更加要装备自己，带着面对挑战的毅力和勇气迎难而上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跟大家一起尽心尽力去寻找、面对、克服、驾驭、拥抱，享受接下来的一切改革创新了。你呢？你准备好没啊？如果你们愿意共同挑战未来，中信泰富一定全力支持大家。